太太在外国偷去呀，财产去用手机啊，你也是赶快当作无大事，起来台北来逍遥几日子，你都袂感觉更小心。娶到谢明明，对妈的话气话多，阿来你晓白，我就是要提起几句话就会多事。你今麦无要出声袂要紧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让谢明明知影，反背阿家的人，以后就是安怎。大现在娃娃因为这样乐观，伊的世界一片黑暗，唯一的妈妈搁长期待在病院，伊在搁家己双手赚钱饲家，这么多压力对伊身躯顶悬，现在伊搁笑得出来呢？店内无人呢，较晚才帮你送过，好不好？易先生，你莫生气啦。好，无我即马帮你送过，请问你的住址是175巷82号3楼。应该伫咧附近。好，我即马帮你送过哈。歹势，歹势哦。顶悬的车搁遮尼多，遐尼危险，就为着送一盆花。甲娃娃勇气比起来，我真正是足软弱的。你惊哦，倒我就死啊啦！歹势啦，是我的左边还是正边？啊，歹势歹势，我唔知你的目睭。不要紧不要紧。你的左边啦，爱我带你去无？唔免啦，多谢你哈，多谢。好好，你较细腻呢。
生都无去上班，是不是拄着什么困难了？业务上的困难，我都已克服。也毋过我毋知影哪去面对，阮厝内面对我无谅解。大家拢真听你啊，阿姆、阿姨，还佮有细汉，因拢足支持你呢。敢讲是你大兄？倒也是无对，我根本就是一个无路用废人同款。见着，别人愈看你无，你愈爱好好拍拼，证明互伊看，你毋是参像伊所想的遐尔无路用。所以我一点点陪你来送花，我要学你种唔惊困难的勇气。人下条人，你要赚伊的钱，就答应伊随间会送花给伊。人家唔知影目珠无看的，你莫搞所有代志，我想要派所在去好不好？好啦，今日上班啦。我呢，等我陪你把花送到位了，我随在上班，安尼行啊不？好啦。阮哥哦，真正是互鬼牵咧行，看我讲拢讲袂听，气到我足想要甲伊断绝兄妹关系。杜丽，你真无敢那杨振杰中风，无需要因为阮的代志来影响到恁兄妹的感情。对啊，就亲像我袂用无理阮爸爸共款啊。振杰是听阮爸爸的命令在做代志，严格讲起来，阮爸爸才是无下总驾人。你若这么自责，那呢，我是不是要乌一个空面起来？我再来讲过啊，细汉因哦，袂因为恁哥所做的代志，就来怪你啊。谢谢。林登啊，多利甲红万来看。好，姐姐。多利，今晚拢无落去。无紧啊，今日中昼花拢送了，阿杜来遮休困，等下咱做伙回去就用啊。哦。嘿，娃娃，啊，你手哪会受伤啊？哦，人家计要提花啦。哎，无想要人家等，得家己送，无说你险啊跋倒。是的啦，家己一人放伫店内面，以后若是碰到种代志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去处理就用啊。不要紧啦，跋倒搁爬起来就好啊。好啊，以后你爱较细腻的，你是我甲建良错开台吧？万一啥事较差，阮大一定袂原谅你。要多利，啊，你毋是讲只么换一间店面啊？唔是我要换店面，是马萨大汉小妹要找补习班，所以就要做伙找所在。我实在一个朋友，无得卡，下昏斗三工找看卖啊。替人找店面，给人做生意，咱伫个地方赚一寡佣金，这种生意应该应做哦。那你讲的这么简单，哪里找总就会用的啊？哦，无咯。一般人去找店面，拢是看地点人潮。假如咱已经针对无同款的行业，加上区域性的消费分析，还佮竞争对手的调查，这中介都唔呐是中介呢？是啊，这应该就叫做店面顾问。那是有细汉遮尼有眼光的人来替我做评估，就算讲爱我加付一成中介费，我嘛愿意。那呢，咱就决定啊，花店佮补习班就做咱创业的代表作。那是需要资金开公司哦，我们能投资啊，也没安尼啊紧啊。多利是家己人，袂用趁亏少。啊，那马山小卖补习班，咱会试看卖啊。拄开始免想建设，人到到位，公司就到到位。这就叫做行动办公室。林雅，我负责调查，凭空就交予你甲乐乐啊。马上结婚啦，啊！放心放心，在座的每一位拢是头家。对啦，林雅，咱今日讨论店面顾问要紧呢，啊，若无难慢一卡步，会去用手头香哦。建条，我知影你真着急，要拼走一款的事业出来，要无天下间无了稳赚的生意。今日所讲的，只不过是一个初步想法，后面要真多代志要做。啊，敢毋是较骨力去找个点就好啊？无同款的生意，需要无同款的地点，这拢需要经验。
正有代志，咱也找到真正好的地点，咱就要紧甲店面抢来，然后再搁找人来开店，这拢需要资本，所以咱一定要详细规划。到时阵你就会知影，这其中真侪困难点客户。创业开始真无简单，也毋过我有信心。大爷，哎，大爷，今日甲你阿讨论重新创业的代志，我感觉一定成功，唔知你要做一做无？创业？阿玲的动作是创业，是扮家家酒的。大爷，你莫这样讲，我无啦。我要做的是靠团队的生意呢，提供开店的服务，替人家找地点、甲店面，设计装潢、甲布置，也够行销的创意啊。啊，你做过什么生意？开过什么店？嗯？你即马连三店拢顾袂好，搁要替人出主意，卖店只三斤，你还要假死银子？我知我较无经验啊，也毋过你遐有啊。大爷，阮当然收集真济全的资料，提供实际数字，互客户知影，这是因适合的店面。大爷，你经验较无，你若愿意提供意见，咱一定做得真好啊。哦，别，您卖大家紧大家围下来哈，我对恁两个计划无兴趣，卖拖我两嘴。大爷，这种生意唔捌有人做过，咱无试看卖啊，边个知影袂成功？好了，既然恁两个要试，就试看卖啦。还够唔当时间，了较痛苦啊！即要找我讨无空。咁真正无问题，我讲拢无问题。因为只要咱有信心、决心，我相信铁达干无一路咱做不到代志。好，我一定做大兄看。爱就对了啦，我知影，你甲伊才无共啊。这间哦，是咱伫美国要大个厝啦，真大间，真水吼。这间哦，是宝弟要读个校啦。这间校环境袂歹，啊，这内底有好个资料。咱住这区啊，治安真好，环境真清幽哦。志明。多谢你为了宝弟这么费心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！我希望你当快乐，也希望讲娶宝弟这个代志会当圆满啊！是咱家因爸囝拆分开的，咱当做的，都要尽力做到够啊！这是基本的人情义理啊！中凤若知影你为了宝弟这么尽心，伊应该较放心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哦，对了。机票都好正，办到啊！你找个时间哦，等下你看看，一礼拜咱真无闲，真来代志处理。后礼拜飞机哦。是啊。安尼真正无偌多时间啊呢。是啊，美国好都要开学啊，时间如果拖落去，变数愈多，所以我决定提早过去啊。那咱我即马就去甲中和讲，互伊两早准备。我甲你来。免啦，你公司遐尼侪代志爱处理，我甲你去就好啊。哦，好啦，啊若有问题爱甲我讲哦。嗯。3:58。嗯，答对了，3:58。哇，你拢写好啊呢。小弟，你有够厉害！嗯，好，摕去给爸爸看。爸爸，功课写好啊？好安尼啊，来，我看卖啊。哦，真好，真好。嗯，哈哈。邱阿姨，你每天可不可以陪我写功课？小弟。阿姨嘛，就希望讲，大家拢会陪你。阿唔过，我会乖乖好好写功课。阿姨知影你足乖的。宝弟啊，功课收收的，去洗身躯啊，啊。爸爸拜托啦，你叫小阿姨陪我啦。你乖，小阿姨吼，唔是不爱陪你的。
啊，你要去美国啊？啊，以后小阿姨是要安那陪你写功课啊？我不去啦。无啦，你别吵哦。老弟，我把你事情跟你讲完了。我们去美国的机票拢买好啊，下礼拜，所以阿妈话你替宝弟准备一下，物件免款上侪啦，若是有欠啥，去美国遐会买新的。下礼拜，那会这么紧啊？你来，你来。你来陪宝弟啊？阿妈话你真歹势。免客气啦，宝弟，给妈妈放一下。你是安怎啊？那面都拗嘟嘟。阿在去美国的代志，也无办法适应，天闹脾气。敢有需要这样着急？我已经答应宝弟带你去美国啊。你敢搁惊我会变卦是？你别误会啦，阮会这么赶，是因为阮这逝是要移民，所以有真侪手续拢要跟移民公司配合，而且美国遐这边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所以要先过去。我真正。我知你唔甘啦。啊，不过美国那边学校已经得要开学啊，宝弟需要时间适应新的环境。伊若早一天过，就早一天惯习。拖伤久，等到学校已经开学啊，宝弟的功课若对袂着，会真辛苦。志明伊知你也唔甘，所以伊特别准备一挂资料，叫我摕来给你看，安尼你会较放心。这是我们要住的厝，啊，这间是宝弟在美国要读的学校。我相信你啦，在这款环境大汉，应该较快乐。OK， 确实是真大，哦，还佫真水呢。宝弟，来，你看。这是咱在美国要住的厝，这大间最水的哦。我不爱看啦。你是安怎甲宝弟讲的啦？我已经甲讲过啦，伊到即马还无法度接受啊。不要紧啦，我会慢慢甲沟通啦。来，宝弟，来，妈妈哦，炸物件给你看，来，给。不买啦。紧过来哦，给。爸爸，你不要理我哦！我的乖乖，你别赶我走啦！宝弟，爸爸不是在赶你走啦，爸爸爱你跟妈妈去美国，我是为着你好啊！不管啦，我被妈妈揉软，像现在一样啦。宝弟啊，爸爸就给你带水果啊，你跟妈妈去。妈妈好好照顾你啦，哈！我袂跟妈妈去啦。来，宝弟，乖，你不是跟妈妈上好啊？跟妈妈大好哦。不瞒啦，宝弟，你别安尼跟妈妈讲话啊。宝弟，我们不是讲好了，妈妈也出来去佚佗啊？你想要到迪士尼乐园好不好？不买啦，秀阿姨，我想要跟爸爸做聚会啦。弟，阿姨知影你足乖的，阿姨跟爸爸嘛拢足唔甘的你啊。为什么要赶我走？你袂用咧玩弄爸爸，你敢知影？爸爸要做这个决定，伊的心肝内有偌痛苦。爸爸伊会答应要让你跟妈妈做伙去美国，是为着要让你过更加好的生活。
让你的将来有一个好的前途啊！你应该乖乖听话啊！啊，不过我想要住在这。来，爹，老弟，老弟，敢讲你还不无了解哦？你跟爸爸做伙啊，爸爸无法度给你一个安定生活。你想看卖，你对爸爸这段时间，爸爸换过偌济工作，咱搬过偌济所在啊？不过我感觉足好爽的啊。胖妮，听你妈妈的话，你有这么好的机会，还好花爸，啊，真济人想要去，还佫无一定有这个机会呢。我要去啦。宝弟，宝弟。想不到爸弟这么固执，反应那么激烈。我讲安尼啦，这几天让爸弟去住在丽珍英家，让爸弟跟丽珍英较熟的。啊，若是能够适应，至少人搁在台湾，咱是能够处理啊。我因无几天会用跟爸弟做伙啊，啊，这么个安尼我中好。你得好人做到底嘛，先照小华姐的办法去做，让宝弟能够顺顺利利带我去美国。多谢您的体谅，这件代志都麻烦您了。拄到像你这么厉害，阁生做这水的老师哦，真正是因的福气呢。妈，我要来去上课啊。小明，啊，你想怎？巴肚疼？要去给医生看无？哈？哎，你别搞磕着啦。哎，我看你拢在那唱歌呢。你先坐下啦，哈，啊，啊，补习班那边，我替你请假啦。袂用啦，我顶礼拜出国，已经请假几啊天啊，袂用搁再延，我今仔一定爱去上课啦。哎，请假呢是要上课啦，阿妈，阿妈，安怎啦？妹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你人安怎？你无爽快嘞？胃少疼，是食歹物件啦。先坐啊，先坐啊，快坐嘞。来来看医生才会用的啦，你去上课啊！哎呦，你看你安尼痛到拢无法度通好行路，啊是要哪去上课的啦？人讲吼，趁钱有数，性命都爱顾。叫聪明人哦，替你打电话请假，我带你来先生看吼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卡就好。哎，谢你谢你。喂，阿 Jenny 啊，歹势啦，我是 Amy， 我今仔日熊熊人无爽快，你甲我请一个代课老师好不？哈，好，谢谢哦，再见。好，进来进来，进来，先生。哎，谢你哦。哎，我到啥干部啊？免啦免啦。也好啦，真正无需要我斗相共。
今仔日林美玲、艾米老师无来，所以由我来代替伊上课。我先自我介绍 ，My name is Hansen Ming， 台湾话叫做烟斗饼。有啥物好笑的？谁叫我爸母把我生到这烟斗？一开始哦，我嘛无啥关系，查甫的万多，查某看到我就起笑，后来无法度啦，只好接受这款的文明。叫家己烟斗饼，好好好，来时间宝贵吼，咱即马还是来上课。今仔日咧，韩生敏老师要秀一段上 special 的教学，保证予恁各位去 interview 的时阵，打败所有的对手。来，就你，拄只笑到上大声，哈哈。上课唔上课哦，买礼物拍七啦哦！你即马甲我当作是主考官，用英文自我介绍一下。Please speak English. My name is Andy Low. I'm 23 years old. 你是无洗头毛吗？讲英文爱大声讲，唔才记得起来。啊，头拄啊讲话哦，惊东惊西，毋知惊啥呢？老套阁无创意，加在你今仔日拄着韩生敏老师，是恁反败为胜的好机会，大家请教，韩生敏老师要开始示范了哦。哎，谢大哥。哦，艾米老师，你毋是人无爽快去看医生吗？我即摆有较好啊啦。啊！你代课老师有找到无？哦，怎得来啊？迄不是你叫伊来的吗？我叫伊来。Although I'm a hunk, I'm a good at managing people。这意思是讲，虽然我是一个帅哥，啊，不过我真有管理的天分。You are really lucky to hire me。这意思是讲，你请到我完全是你的福气啦。福气啊！嗯，后一句 ，I must make a lot of money for you。我绝对让你算钱算到手软。我突然看你买几种颜色的呢？哦，我现在想问，你刚才我看过你啊？哦，我知，是不是捌伫财经杂志顶光看过我的相片？不是啦，是百货杂志啦。而且我伫王牌面店看你的内裤咧拍卖哦。你看我啥真正个，我内裤真是王牌。欢迎，歹势甲你交流。哎，多谢你啦。别客气啦。啊，不过你若真正要感谢我，是不是会用我烟斗饼一台机？早，你讲话，你莫浪费时间啦。莫大惊小怪啦，我是想要请美女食食饭尔，无其他的企图。哎，艾米啊，我替你代班，嘛应该有钟点费，敢毋是？老弟，你有讲这牛排上好吃，啊，你是不是要搁点牛排？牛排是真好吃啦，啊，不过上一棒的就是爸爸、我、顾秀阿姨、宝宝，咱都要去看电影。对吼，一直讲要带宝弟去看电影，拢无去。无安尼啦，咱趁宝弟出国进前，做伙看电影好不好？好啊，阿伯弟啊，阿爷你讲你有欢喜啊无？嗯，
我准备去看电影，无想要去美国。好了，快点，咱前面讲对啊，先点物件吃，啊，看要吃啥，等你。请问是点菜吗？嗯。好好好。五百。好，我接了。你请问会点啥？上好的松板牛排。艾米，你呢？既然是你要请，我就无客气哦。来两份。不是我烟斗变得臭蛋呢。较早卖讲是牛排，什么鱼翅、鲍鱼、龙虾，吼，我拢照三顿伫食，吼，食到会惊。讲到较早，你袂感觉见笑？在八卦杂志来的哦，写啊真是罄竹难书。真大个冤枉啊！你千万唔通相信八卦杂志内面写的，因为迄个时阵我当红，赚足侪钱的，大家哦拢看甲目空赤，所以超过伊中伤我。那拢是假的，是安那文哥讲你的过去这尔歹嘞？迄放某放囝的代志，你都做会出来？那是恁哥教我有冤仇，不过经过阿姆的感化了后，我知影放下，袂去计较啊。阿妹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唔敢讲我是一个大好人，啊，不过我绝对无像八卦杂志内面写的遐尼歹。其实我的人生充满坎坎坷坷，爱我的人会讲我是大好人。恨我的人会讲我是大歹人，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无论伊安怎讲我，我拢袂藏伫个心肝内，因为自我熟悉阿姆、熟悉你了后，我才知影，我真正的人生就是为即马开始。看你讲话，不是看卡通。出名哦，这就是人生啊！爱活得精彩，活得快乐，活在当下。开始会晓欣赏我烟斗面的幽默哦，就表示你跟我的八字的哈。弟，你来买家。我想尿尿。啊。想要尿尿？我进去啊。你刚拿白酒了对？嗯。好，去。中华。嗯。我看宝弟安尼，写就唔甘咩？唉，侬应该内山功课啊，今麦就是要反悔。我嘛唔知道应该安怎甲人开嘴。阿叔叔，宝弟，哪在家？我跟爸爸说阿姨要吃五百啊，因就这样。烟斗面一生上大的冤亲债主，竟然直接出现，一声我晕死的。啊，你熟识的过去拍招呼啊？变啦变啦，我甲因哦，唔是正式啊，无必要专工去拍招呼啦。哎，宝弟啊，你要创啥？紧去吼！烟斗面阿静啊，即马真无闲。我要去尿尿。我尿尿啊，便坐底下哦，进去。哎，你是安怎啦？哈，阿叔叔，你刚因为存卡债安尼把我藏起来，我怕我爸爸杀掉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迄时候，阮常常伫玩捉迷藏啦，囡仔人啊爱耍。
阿弟啊，安达斌阿姐跟你讲哦，今嘛安达斌阿姐哦，甲美丽的姐姐哦，伫讲代志，无办法啦，陪你耍吼，啊，不过爸爸要送我去美国，我嘛想要去啊。美国真好啊！以前的安达斌阿姐哦，嘛是伫美国读册啊。我有哦，美国有真侪真侪汉堡哦，你唔是最爱食汉堡的，会用个逐天食啊。啊，佮有哦，以后你的英文哦，咪甲安达斌阿姐同款写写照嘞。啊，无啊，唔过啊，你唔是要了了，进去进去，便所底下。再见。再见再见啊。囡仔人就是这样高追啦，刚才阮伫耍哦，哇，我拢跋摆人诶，想袂到伊到即摆阁会记诶啦。我无伫咧问你，你先来喊着记咧解释，做者心虚哦。我讲有，等一个宝弟回去，一定会甲小华因讲我伫遮，死到双方面若呛起来。我烟斗面伫艾米的面头前，就烟斗要起来啊！哇！这牛排有够歹食啦！啊，你头先还不是讲真好食？无换一份啊？哎，唔免啦，艾米啊！啊，我雄雄收起来啦。有一间餐厅的牛排哦，比一间较好吃，咱来去那间吃好无？啊，跟他吃两三嘴尔尔，足讨债。啊，袂要紧啊，费电哦，我有赚着钟点费啊，我一定要请你吃一份全台北上好吃的牛排，好，我先去买单。讲到人生的错误。实在足奇怪，坦白对你讲，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实在是足歹。但是经过今仔日，看了你甲学生上课，佮汉尼啊受学生的欢迎，咱佮到恁食牛排，听你讲遐侪话，其实我对你的印象是慢慢的改变。安尼，你应该继续了解我。你着发觉我除了烟头以外，差不多拢是优点，保证找无任何的缺点。这大明星嘞！哎，你到底是好人还是歹人？我当然是好人。既然是好人，谁个大家都跟你讲我这样硬派嘞？这个问题讲袂出来吼，不是，我是想要甲你解释，我甲因是安怎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唔免解释，因为这一点仔都无重要。即马开始对我有兴趣啊！那就表示我的八字得富啊！快起来！妈，阿弟，阿你去妈妈家以后，都要乖，爱听话哦。我要爸爸跟我做伙去。宝弟啊，爸爸就跟你讲过啊，我不应该恁去啊。而且你去美国了吼，爱甲董事长阿伯当作家己的爸爸来看待，爱知影礼貌，爱听话。大汉了，嘛爱知影感恩，爱友好董事长阿伯，知无？我无啦，我无离开爸爸啦。宝弟，为什么你不要去？我就不要去啊！这你这囡仔是真唔受教呢，跟你讲几遍，你真听？我跟你讲啊！
今麦吼，还佫唔听话，这个鬼来撸啊你！阿爸，你今天买礼物？对了，爸买你的。妈妈，宝弟，宝弟乖，乖哦。宝弟，爸爸也是骗你的，其实爸爸伊嘛是根本就爱你的。爱听爸爸的话哦，吼。爸爸，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会乖乖听你的话。你乖乖跟妈妈去，爱跟爸爸讲的话，知无？对。我们。